是有布作为材料哈，然后我在也是在想说哈，其实有很多我们那个习惯性认为某一种东西就是这样子，那像我在做创作上，我很想去颠覆这一些，啊，比如说让衣服硬化，这个会用那个衣服来做人的这种雕塑哈，其实是源自于以前创作当中也会用到一种那个树脂哈，那在制作别的作品的时候，或者是翻模雕塑的时候，都会用到这种树脂，然后会戴手套去做，然后那手套只要沾到哈就硬掉。后来有一次我就想说，既然手套会硬掉，那我拿它来涂在衣服上，是不是可以塑一个人的形状？就这样子发展这一系列的用布，然后把布硬化，改变布原有给人家的那种柔软的感觉，的这个系列作品出来。其实在制作的时候哈，除了上胶以外，还要当然里面要有一个人。你要摆出什么动态，你就必须在那个人身上先做好那个动态，就好像这个衣服真的穿在人身上，那所以一定要先做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必须是软的可以拿下来的，要不然做完以后那个人就拿不下，因为衣服硬掉以后会卡住，那所以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可以就是可以拿就是可以柔软可以拿掉的那个人的模型，这些衣服都是朋友啊亲戚哈，跟他们要的，因为他们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换季都会把衣服拿去回收啊哈，或者是有一些就丢掉，那有一些回收，那我就用这种方式从朋友那边拿过来，而且我觉得用朋友亲戚的衣服来做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我认识这一个人啊，他。有时候我们会从人家的背后看到这一个人，虽然你没看到脸，但是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身材，就知道这个人是谁。那这个也在这个作品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人衣服跟人久了之后，那个衣服会跟这个人非常的服帖，那个衣服也像这个人，或者是说。这个人会去选择这样的衣服，这个格调的衣服，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理念，他从小接受的一些观念，所以他喜欢这样的东西。那其实也算是一种雕塑了，他自己雕塑自己的那个观念思想，然后选择这样的服装，然后穿在自己身上，尤其穿久了就会有那个人的样子出现，所以我喜欢用那个旧的这个。如果这一些作品哈，因为我长期都是做纯粹艺术创作，展出的空间也都是在艺术界的里面的空间，不常到公共空间。但是有几次的经验，我都觉得民众对于艺术的认知一直还是停留在把艺术跟美画上等号。其实，在我们艺术的表现里面，如果只有这一种表现的话，我觉得艺术早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做了。就是说艺术只是一个美的工作，艺术家只是美化的工程师而已，那这个艺术应该会萎缩，那其实艺术界并不是这样，只有这样子，它包含了很多人类的情感，都可以借由视觉的表现，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情感，然后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情感出现，那我在做的，我其实不喜欢，只呈现美的这个部分，我比较喜欢的是我认为的真实，一种情感的真实，那这一个作品的话，其实最早是一个人球，就是有一点像我们那个人球案这一种哈，其实很多人不只是这一个人球案这一个哈，就我们去办事情，如果被有一些单位在互相踢来踢去的话，都不接受我们的委托申请，那你想一想，你会作何感想？在这样的心境下，就不是做出一个美美的东西了嘛，所以，这个作品基本上我不是要表达美。是要表达一种比较要怎么讲？
啊，一种或许比较无奈的，但是是蛮真实自己会遇到的一些的状态。我也有一段时间哈，很清闲在阳明山上的时候，哎，那时候就也没跟社会接触，所以做的都比较内心的世界，去观察自然，从自然中体会啊各种东西。啊，那现在到了台北市，也在工作有家庭，那自然会跟社会接触，尤其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啊，跟社会接触的蛮频繁，跟政府接触的也很频繁，那个感受让我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也没有特别刻意要去做那个，但是我就不得不这样子做，因为做完以后我就抒发了，我自己心里就会比较平衡一点，把自己心里哈，啊，借着作品呈现出来，啊，或许有人跟我有同样遭遇的同样想法，他就会认同，啊，他或许也可以经由这个作品达到一个抒发的一个作用，那我自己是肯定是借有这样的方式，把自己亲身的经历遭遇，然后用作品，然后传达出来。嗯，啊，我觉得这个在公共区域是有关系啦。那想换一下情境也好，试试看哈，哦，不要那么一开始就让人家排斥，啊，加一点光。吸引一下人，然后进来以后再慢慢去调试这个作品到底要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对光我觉得还不错啦，在这里因为人来人往非常的多，怎么能够一下子吸引人，然后吸引人还是最重要的啦，然后再让那个看的观众再去想说这个作品的意思，这样。展，当然这布展过程哈，非常感谢当代馆，因为给我很多协助。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说真的，我们的工读生太优秀了哈。我本来计划三天，因为第一次在布置的时候，真的花了三天四天才把这个球组起来。没想到一天，我们的工读生就帮我把球组好了。所以这个非常感谢那个美术馆。